的犬牙它是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武汉的这个群的犬牙种群数量是大的，繁殖的个体数量也是很多的。群的犬牙这几年在武汉因为养殖模式的改变对它的影响非常大。2022年的时候发现了群的犬牙的繁殖前的群聚活动的时候，就110只群的犬牙在一个池塘里面。2023年的3月份调查是219只，所以说基本上是翻了一倍的。现在大家实际上都在为这个群的犬牙，武汉市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极度濒危物种，你想保护它，那你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它。群的犬牙它这个生活的区域啊比较特殊，它是生活在破碎的小深径里面。群的犬牙它是个潜鸭，它在多数时间生活在水面上，数量又少，它都在水面上排泄，排泄马上就融到水里面去了，你没办法采集。那有时候它在荷叶上你也找不到，所以这个我们当时是花了很大力气，还是很艰苦，穿着那个水裤，温度很高啊，穿着衣服搞一趟下来以后，那可以淋得出水，就说汗。我一个月就是七月份我跑了70次，我们这个事情做的我自己觉得很有成效。群的犬牙就是学习深境恢复示范点，怎么去恢复，这个所有的都是基于我们前期这个研究成果，觉得就是辛苦它也是值得的。智慧湿地呢，它是一个高清摄像头搭在固定的区域里面去，24小时就在工作。高清摄像头它能够监控鸟，也能监控这个当地的这个环境的变化。科技赋能保护，人有人的优势，这个设备有设备的优势，是吧？那我觉得齐家湾的这个群的犬牙去恢复示范点是个非常好的尝试。包括暴雪湖，你想留住群的犬牙也需要布置一样这样的区域用于这个群的犬牙保护，这样的话人和鸭都能够在同一空间共生。